那边这样咚就吓到了。然后呢，他有去开刀，开刀把那个割掉了，可是还会再慢慢刮痧。OK， 没还没好，还没好。居然把它刮消掉了，没了。所以他说他现在很相信这个刮痧。他现在是每天都快乐的刮痧，对不对？嗯。手心脚心都长那个疱疹，怎么医都医不好。结果呢，我们很简单哦，叫他去命门而已哦，都笑笑了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到现在三个礼拜。然后大连跟曲折花一连线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来找什么？中聪跟我们的大连连线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中间是我们的劳工，大连往上两横直是我们的内关。止吐，对，快点。你加嘛对吧？对啊。我一直跟你们强调，不要看图。这画什么去画穴位？我们在消，对，穴位的。那这样画完之后，再按照这个穴位来刮痧，对啊。那这样刮这个穴位有什么好处？就是要内分泌失调，血液循环可以。所以不同的穴位有不同的刮法。今天教的是